送上整盘菜头和凤梨，要给陈时中最旺的福气。摊商热情横跨双北，因为陈时中来到的是新北汐止的恒科市场，一旁的北市港湖区小鸡都来了。原来这里跟南港仅隔一条河。新北市林佳龙啊，新北市林佳龙啊。基本的概念，基本的动作。那佳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者，好，那有相当多的一个政务啊事。好，那个哈，就是说台中市的一个经验，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候选人，我们也预祝他能够竞选成功。来到共同生活圈，陈时中不忘帮战友多多拉票，立委高嘉瑜更用高人气全程陪同，每一双手都要握到，因为最近的选情确实歪楼了。陈时中跟我的访问，就做成一个很污脏的男女的影片。前一晚主持到一半，讲起网友做影片影射和陈时中两人间情意浓，周玉蔻哭到泣不成声，当事人陈时中更希望这件事迈过来。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去转移相关的一个焦点，那有一些候选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口德了哈，因为口德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品德。就像影射什么小两口啦，这些都是没有口德的事情。几位主要的人还是没有了解到，就是说对于个体的一个尊重，每一个个体就要尊重，这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价值。这话酸的也是蒋万安，陈时中把周玉蔻危机转回北市选举战场，跟我们的选举无关的事情尽早能够落幕，回归我们在选举的一个市政的主轴。镜新闻李婷、方博峰采访报道。